各位贵宾，各位尊敬的法师们，各位宗教界的代表，大家早安，欢迎您来参与法譬如水润苍生广行环保弘人文的法会。我们在会场的四周都有庄严的宇宙大觉者，现在全体贵宾请起立。请合掌。向佛陀行三问讯礼，问讯：再问讯：三问讯。今天的法会，我们将以最庄严的心情恭迎诸佛菩萨，要用炉香赞的方式。当炉香乍热，现场青烟袅袅，化作一朵朵祥云之际，各位就可以感受到一尊尊的菩萨已经降临在我们身边，现场就好像十方法界。的确，今天我们庄严的法会现场犹如十方法界，看看我们的前后左右，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同修，让我们一起学法护法，人人入金藏，人人做菩萨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广邀菩萨云来集。Oh.
全体贵宾请坐。十方法界盟勋，愿法水入心，如钟鼓齐鸣，敲醒迷茫众生。钟鼓齐鸣。全体贵宾请合掌。
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。全体贵宾请放掌。慈济从慈善工作出发，从台湾到全世界，45年来每一个脚步都是在实践人间佛法，发苦与乐。对，尽思法脉，勤行道，慈济宗门人间路。慈济的种子将近半个世纪的灌溉跟成长之后，目前已经是菩提林立，而且是遍撒在全球。2007年的时候，台湾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，立刻向国际天文学会去申请认证，而且命名为慈济小行星。是的，到了2010年10月1号呢，中央大学的校长亲自前往花莲静思精舍，将慈济小行星的铭板献给正言上人。在小行星的铭板上写着：“慈济大爱无国界无种族，肯定的是慈济精神有助于世界和平。”而上人则盼望慈济之爱如星星，永远光辉，普照人间。45年前，30位家庭主妇每天5毛钱的竹筒岁月，开启克难慈济功德会。45年后的今天，全球慈济人再次横持善念，回归竹筒岁月，每人每天小小善行，汇聚成造福世界的力量。60年代的台湾，1200万人口，超过100万人处于贫穷线下。这一年，正言上人决心走出修行小木屋，从最贫穷之处开始行善。咱欠一口饭起来了，咱若要食10分饱、食8分饱，咱会当留2分来帮助人。在主的黑暗的角落点一盏灯，慈悲智慧的化身，在最凄寒的路上生一堆火，宁愿感恩于世生，但愿众生下尽欢颜。我们不知道伟大是什么，我们只知道饱满的道是无染的爱。我们不知道永恒是什么，我们只知道事业啊，医疗事业呢是分秒都在抢救生命、守护生命啊，一切呢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。守护生命，守护爱，守着人间的慈悲，让自己的医疗
我们要给他良知，良知的智慧，我们要给他智慧。但愿呢，这样的希望啊，在我们的人间社会不断不断向前推动。对人文的解说哦，是人，就是人品典范，文呢，文史流芳啊，我们呢要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，描绘真实人生，抚慰人间疾苦，激发善良的跟随菩萨的脚步，创造美丽境界，传递大爱到世界各处。用恭敬的心来敬天，我们要爱地呀，我们要珍惜万物啊，为了我们的在地球上生活能平平安安延续在下一代，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，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，留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如何让人人呢慧命增长哦，生生福益啊，人人要忏悔，人人要斋戒，人人要素食。无以为宝，以善以爱为宝。援助足迹遍及全球72个国家地区，获得当地政府认同。2010年，慈济以特别咨询会员身份加入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，善行的影响力在持续着。45年前，善的种子从一而生。45年后，全球有超过100万志工跑在最前，做到最后。慈济宗门实践人间佛教教义，仰望星河，在众星之中有一颗名字叫慈济。2010年，中央大学天文团队为感恩慈济对人类的贡献而命名。慈济小行星永恒运转，象征慈济大爱，守护众生。日落，爱不落。静思法脉
行行道。慈济宗门人间路。Thank you.
三藏诸祸应断，诸佛生生呼唤。其实啊，佛不在远方，佛在你我的心中。是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无染的佛心，但是呢，因为外界的诱惑太大，常常被所蒙蔽。就好像一颗明珠，如果蒙上了灰尘，就很难发光发亮。所以我们要经常擦拭我们的心，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的。是，发毗卢遮有三障，首先谈到的是烦恼障。其实烦恼由意念而生，意念由心起，心就好比一个工画师，人画一切诸颜色，如果心是善的话，画出来的风景那就是美善的。的确，但是啊，当这个人的心有所偏差的时候，他可能不断地追求外在的物质名利，最后不但可能一无所有，甚至还会众叛亲离。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工画师的笔，看看人们如何因为烦恼多、欲望多，而在善与恶之间天天在拔河。Oh,
生恰似一场戏，戏得骏马叫叹吁，叹入深海万丈溪，渔火难填苦来兮。辛劳只是为一计，一得既来又思忆，零落愁断身上穿，抬头却嫌忘无敌。欲望无边，烦恼无穷，如何解脱？唯有一念心。现在全体请合掌，让我们一起唱出忏悔与发愿。Thank you.
世间有形的物件就是无常，包括人的性命也是同样无常。但是呢，烦恼啊，烦恼是永恒连绵呐，生生相连着，不断的安尼，给咱甜蜜束缚着啊。这种的无明烦恼，咱若无好好来去除啦，咱永远的都无法度通解脱啦。安怎样呢？才会当通去除烦恼啊？忏悔即清净，真正的忏悔就是改往修来，过去的错误唔对的习气，我即马呢拢一一啊爱去除，先得清净，自然慢慢的，咱都爱的精致啊，布施的精致啊，做功德的精致啊，好事。这好的精致慢慢的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开始呢已经落地了，落我们的心地了，所以只要你发入心啊，自然呢那这份啊那个新的念头慢慢啊都会生起来哦，先发入心啊，就慢慢地生出功德来。请合掌唱诵发愿。
成就悲智济苍生。刚才的烦恼障好像说中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哦，但是还好，只要愿意改往修来，发愿忏悔，就永远不嫌晚。对，其实烦恼就是一念无明嘛，无明起就会造很多的恶业。不过呢，每天我们开口动舌无不是业，如果我们在举手投足之间一不小心啊，就跟人家结恶缘，造恶业。恶业的牵引不是一时，它是生生世世。是。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忏悔业障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身口意是如何埋下业的种子。
人他都已伤他命，我已写信弃杀心，屠杀牲畜即归神。我已弃了弃杀心，舍掉接受方权，交出同谋害人命。我是为世事报信，自一长大回到人，我愿众生皆平等，己所不欲勿施。战略极限。
除了沙、道、营三种深夜之外，还有一种夜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造作的，那就是口业。每一天我们开口动舌无不是业，而口业一共有四种，种种都伤人。只说着假完成。
我们的身口意分分秒秒在造业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合掌，大声唱诵守戒守德守心，忏悔发愿，莫造恶业，广结善缘。Thank you.
一切的罪孽，无不都是起心动念开口动舌，安尼累积了业，有了业因啊，就有业缘啊，有业缘自然都有果报，所以因缘果报无不都是从咱所做的业开始。所以咱要好好修身口意，咱必定要身体力行，不再是懵懂中做着恶因恶缘。那即马现在再的是赶紧及时改过，咱若知影虔诚啊，伫咧忏悔，咱都已经知影讲啊，过去唔对，我拢彻底改啦。现在的这个业现前的时阵，我欢喜受啦，安尼呢，所以都会变。业那消啊，福都升起来。那安尼，这就是伫咧累积一切的福，所以业消福尽呐。请合掌唱诵发愿。人人本
以造恶业悉永断，未造恶业令不生。人人只要能守戒，就能够去十恶，行十善，种好因得好缘。对，种好因结好缘。其实学佛最重要就是要知因果明是非，好因好果，坏因就是坏果，所以要时常忏悔，时常警惕。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进入果报账，我们要用肢体来诠释一个人的梦境，在梦中他的魂魄飘飘荡荡，如何经历因果循环六道轮回。
心惶恐，碧玉端来玉碗汤。梦中经历众生苦，碧玉之痛难堪忍。感
看看我们的地球曾经是如此的美丽，但是因为人心造作、人为的破坏，造成了五浊三灾，人人受苦，这就是我们的共业。的确，天灾来自于人心，所以唯有人人前进大忏悔，才能还地球本来面貌。在我们的人世间，大小三灾不断地发生，生在台湾的我们对于水灾并不陌生，大水冲毁了桥梁，冲走了家园，甚至带走了我们的亲人，凡此种种的造作都是人心的共业。除了天灾之外，还有饥荒、刀兵、战火劫，都让人命如蝼蚁，难以安身立命，唯有虔诚忏悔，才能远离大小三灾。Oh,
天灾人祸造成生灵涂炭，天堂地狱其实就在一念间。现在让我们双手合十，大声地唱出心中的忏悔与发愿。
因缘果报啊，有的人呢是现做现报啊，是四劫未到啊，不是恶因恶缘无报，原来是业报啊。看做这部水草的五大国师，伊一念也无名气啦，那十世以前的观念就挖心来啦，所以深深体悟到人生苦难就是敢若伫迄个一念间呐，你一念的无名气啊，就会做了这个恶业。恶业那无有特别的忏悔啦，那无去修补，绝对呢无法度谈何地灭。所以用心忏悔，咱必定呢爱时时将这个法啊，如水同款，时时向咱内心啊来升得一念善心，心啊必千载难消除。希望咱人啊，会当善念啊自净，那么福业共聚起来，才有法度真正消除灾难。所以咱还是时时常常提高咱的心，这份的善念啊不断爱开化。请合掌忏诵发愿。
法船已经起航，广度众生到彼岸。
一年满心期，人间歌唱诉冤愁，家落家似三杯水，不怕国事能解惑，烦恼也挣脱保障，忏悔他们细细说，寂静不明也是歌，自卑水沾观不留。接下来，我们的入金藏菩萨将分别从台上台下，从您的前后左右跟大家互动呼应，用最虔诚的心，恭敬的广邀大众一起大忏悔。Thank you.
在大家的护持跟鼓励之下，大爱电视一定能够让世界亮起来。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，在现场敬爱的法师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入金藏的菩萨，各位师兄，各位师姐，中央气象局在昨天已经发布了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，但是因为风速缓慢，全省还没有太大的风雨，所以很多人利用今天的星期列假游山玩水、约会看电影、逛百货公司 shopping， 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近7000位的菩萨跟贵宾在这里共聚一堂，共谋法水的熏陶，这就是殊胜的因缘。刚刚在经文当中，佛陀再次的警惕我们，他说地狱绝非是虚言，地狱不是在远方，地狱尽现在眼前。眼前看看我们眼前的世界，四大不调，在美国前两天刚刚遭受到67年来最大的地震，昨天又受到飓风的侵袭，230万的民众要撤离家园。看看利比亚的战乱，看看墨西哥的爆炸案，就是再再显示世界是天灾人祸不断，动荡不安。所以上人一再提出来不及来不及的呼吁。再看看我们的社会，盗杀奸淫，人心不正，是非不明。正言上人也常说，我悲悲在世间的是非不明。刚刚在最后我们大唱诵，我们都说大时代虚名大是非，大动乱需要大忏悔。的确要消除灾难，要拯救地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带动人人深入进藏，大忏悔大斋戒。忏悔斋戒可以洗涤我们的心垢，忏悔斋戒可以回归我们清净的本性。今天要感恩1008位的入金藏菩萨在这里带动我们深入金藏，妙手妙语音的诠释让我们体会了佛法。我们要感谢在舞台上的演绎菩萨，他们精湛跟动魄的演出让我们警觉到世间的无常。在2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体会到法水的滋润，文法对机还能够体会，还能够感受，这是多么难得殊胜的因缘。过去你要文法求法谈何容易，翻山越岭一法难求，但是现在的社会拜科技的发达，媒体已经成为最好的传法工具。大爱电视在4秒钟之内可以把台湾的善、台湾的爱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法水馨香亮州杀戒，法譬如水能洗涤心垢。为了让千万的世人都能够得到法水的滋润，就要靠您对大爱电视台的爱护跟支持。您的护持可以让大爱电视台成长，您的护持可以让大爱电视台茁壮，您的护持可以让我们很安稳地做好一个传法的角色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体会佛法，我们是闻法者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忏悔发愿，我们是行法者。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传法者，因为每一场的金藏演绎，大爱电视台都透过卫星、透过网络向全世界播出。千万的观众看到您的演绎，听到您发愿的声音，这个力量对已发心的来讲，增加他们的毅力。对未发心的来讲，也启发他们忏悔之心。我们闻法可以入心，我们还可以以法去度人，这是多么殊胜的功德。但是忏悔之后更重要的是愿力，期待在场的每一位贵宾都是一颗颗善的种子，我们从一种子而生1000万的愿力，我们共同努力把善法善知识传播到全世界，让世间的人事都能够大圆满。上人常常告诉我们，过去是杂念，未来是妄想，唯有的就是把握当下。所以让我们把握今天这个因缘，让我们再接再厉，共同努力，邻居共振，上达诸佛听，为台湾祈福，为世界祈福，为全人类祈祷。我们要祈求人心净化，我们祈求社会祥和，我们祈求天下无灾无难。最后要感恩上人在慈济45周年的时候带领大家深入金藏大忏悔，这是多么丰厚的一份礼物。要感恩所有的入金藏菩萨，他们半年来读书共修，洗涤心垢，改革习性。要感恩他们的家人跟他们的家庭在背后对他们的支持。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，要感恩在场的每一位贵宾，
要感恩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成就了今天这一项以法相会的因缘。最后要祝福大家，也感恩大家，谢谢。感恩汤总监，从一种子生百千万。对，对了，上人再在叮咛，在台风来袭之际，我们一定要虔诚祈祷，戒慎虔诚，衷心的来祈祷。我们要做好防台的工作，当然最重要的要收看大爱电视的台风快报，感恩。好，感恩汤总监，感恩。今天的入金藏菩萨在开经记当中唱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到后来的开示悟入佛之见，佛陀法门已开，但佛法不能只是口头说说，而是要身体力行。佛法不能只靠一个人，而要靠在座的各位千千万万人共同来成就。让我们一起学法护法，让法入心，法入行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佛陀献上衷心礼赞。全体贵宾请起立。请合掌，恭迎宇宙大觉者。今天法譬如水润苍生，广行环保弘人文的法会到此圆满。我们要感恩所有的贵宾参与今天这场为台湾祈福、为世界祈福、为全人类祈祷的法会。下一场的金藏演义在这今天下午的2点钟，在这个地方将有另外1008位的入金藏菩萨带领我们一起深入金藏，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。今天我们十分感恩有诸位贵宾莅临现场，和我们一起以法相会，以法结缘。更为感恩的是有许多宗教界的代表，许多尊敬的法师们也莅临现场，带领我们深入佛陀真实义，深入佛法经典。现在我们以最恭敬的心恭送法师。是乃是明灯。
钟声遍布三千世界，鼓声敲醒沉睡众生。透过中华电信 MOD 以及 HiTune 的网站，您可以欣赏到高画质的金藏演绎现场转播。法力如水润苍生，广行环保弘人文，金藏演绎。广行环保，弘人文，金藏演绎。钟声遍布三千世界，鼓声敲醒沉睡众生。透过中华电信 MOD 以及 HiTune 网站，您可以欣赏到高画质的金藏演绎现场转播。法力如水润苍生，广行环保弘人文，金藏演绎。声遍布三千世界，鼓声敲醒沉睡众生。透过中华电信 MOD 以及 HiTune 网站，您可以欣赏到高画质的金藏演绎现场转播。法力如水润苍生，广行环保弘人文，金藏演绎。2011年开春，北半球冰封大地，南半球洪涝成灾，全球粮荒永难复现，北非、中亚战乱频传，四大不调源自人心不调，天灾人祸大小三灾正逐渐逼近人间。此时此刻，人类唯有大忏悔，缩小个人贪欲，让爱广布人间，才有机会共度难关。慈济基金会邀请您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，虔诚斋戒，共修水忏，凝聚善念，为天下苍生祈福。钟声遍布三千世界，鼓声敲醒沉睡众生。透过中华电信 MOD 以及 HiTune 网站，您可以欣赏到高画质的金藏演绎现场转播。法力如水润苍生，广行环保弘人文，金藏演绎。我的心